到我们这个心理解压的课堂的会员啊，我都称为宝贝。我希望你们来到这里呢，变成四岁的宝贝，想想四岁的孩子是什么状态啊？想象一下自己变成四岁的宝贝，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没有任何的爱憎分明啊，非常的放松的，在这里我们学习1个小时。那在心理解压呢，也讲了有将近5个月了吧，应该5、6个月，11堂课，很多的会员宝贝们，他们也反馈，他们现在呢一步步的也都找到了属于自己内在的一些力量，状态呢慢慢也变得好了一些，发脾气的次数也少了啊，内心开始有了许多。从来许多年前许多年没有的一个平静和愉悦感，所以呢，我听到大家有这样的许多的改变，我非常的欣慰和开心，也在这里可以帮助到大家，改变内在的状态，提升幸福感，也是我来做公益讲座的初衷啊。愿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和谐的内在世界。在此我要感谢这个平台，感谢中心的李主席呀，还有曼丽老师这些公益人员的付出啊，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那好，很多让你感觉无能为力的事情。你有时候觉得，哎，无助感、无能为力，像这个疫情有一种无助感，都会产生啊，一种等待的焦虑啊，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你没有看清你的潜意识。有个心理学家，他叫荣格啊，荣格曾说呢，当你的潜意识没有进入到你的意识的时候，没有进入到你的意识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命运。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你，平时呢只发挥了你5%的这个意识来生活、工作、学习，但是还有95%的你潜能，你根本不知道的一个意识啊，它在某些情况下，它在左右着你的生活，你的关系，所以呢，造成你的命运。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一直不知道你的潜意识正在主导你的生活的话，你就会经常感到莫名其妙的失控啊，比如呢，你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发脾气，莫名其妙的恐惧啊。当然，我也有啊，我在给你们。讲的同时呢，我自己也在修养嘛啊，莫名其妙的一种焦虑呀，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关系给搞砸了啊，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还有一种想哭呀、悲伤呀，或者无望，觉得自己赚不到钱呀等等这些心理情绪啊。假如你对这一切毫无觉知，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人生就会处于一种自动驾驶的状态啊，就那个车不是你人坐的车上开着方向盘，你说到多伦多，咱就往多伦多开，走哪条路由你说了算。那你如果潜意识导航你的话，你就等于你到多伦多坐在一个自动驾驶的车上。根本不由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提前可能设置好啊，你不仅无法掌控它，改变它，你甚至还会真正的认命，啊，默认眼前正在发生的就是你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学会看清自己的潜意识，了解自己的人生发展轨迹，活出全新的啊，全新的自由的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主导权。那你们要不要学习？行。那好，我们首先呢，就从冥想开始练习一下你的潜意识，每次改变一点，改变一点，把你的潜意识浮出水面，浮出那个露出你意识层面的95%
再让潜意识也浮出来啊。那我们在此课堂呢，就练习先做一个潜意识的一个练习啊，训练。那好，现在呢，5分钟静心来补充恢复你的能量啊，把你的精气神收回当下。因为你现在坐在这儿，可能你会思虑万千，你会想着，哎，老公在干什么？哎，炉子上做的什么？一会儿跳出来一种很多的妄念啊，很多的念头。那这种念头长期占着你的那个思维啊，控制着你的头脑。我们现在呢，要跟潜意识来对话，让你主导你，慢慢的训练。如果超过3个月，你就可以说话、做事、干什么，你都很明心见性的啊。那好，开始冥想的人，可能这里有新来的会员宝贝们啊。一开始冥想的人，往往是思虑万千的啊，他会有思维活动也比较多，会导致紧张或者有点压力。因此，首先呢，要学会身心的放松啊，放松，放松。若完全放松，活在当下啊，此刻你便能体会到无思虑的一种状态。好，现在请我们准备选一个舒适。哎，老师把"静心"这2个字放出来一下。好，现在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坐下来。你可以坐在一张椅带靠背的椅子上，也可以坐在地上啊。双手自然下垂，双手自然下垂，放在膝盖上或大腿上。好，我们来做3次深长的呼吸。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小腹膨胀，也就是鼓起啊；呼气的时候，小腹收缩；吸气的时候，吸到肚子里，最好等上1、2、3、4次下，然后呼气的时候也是慢慢的1、2、3、4啊呼出去。好，我们来练习，吸气，吐气。好，请您闭上您美丽的眼睛，让我们深深的吸一口气，缓慢而绵长的吐出来。深深的吸。慢慢的呼，好，我们来扫描一下全身啊，想象一下，我的头皮放松啦，我的眼睛放松啦，我的脖子放松啦。我的肩膀放松啊，肩膀垮下来，松，放松。我的胸部放松啊，我的腹部放松啊。我的两只大腿。放松啦，膝盖放松啦，我的小腿放松啦，我的脚掌、脚背、脚踝。脚趾头都放松啦，吸气，
吐气。好，现在请将你的右手放在颈部的喉咙处，在心里说，请让生命的能量流通于我，请让我的言语甜美。好，现在将你的右手移到左边肩颈交叉的位置，在心里说：“我没有自责，没有内疚，我没有自卑感。”请让我的言语、行为之中有尊严。如果我有错，请让我面对它，改正它。好，轻轻地将右手放回。吸气，吐气，放松。从现在开始，每天对我来说都是美好的一天，做任何事都非常顺利。对自己说，我要以爱心及平静的心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我的一生将是幸福美满的写照。任何负面悲观的事物都不会降临在我的生活，我的潜意识一定会引导我过着幸福的人生及富裕的生活。好，现在将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前额处，放在你的前额处，轻轻地说：“我原谅，我原谅所有的事，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原谅，我原谅。”好，将你右手放回。好，现在，请您慢慢的睁开您智慧的眼睛。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心理方面的一个冥想啊。每天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在家里。曼丽老师现在好了，在家里，可以在家里练习啊。今天呢，我们要讲情绪管理，帮你拯救所有的不开心。你之所以不开心，你没想想是为什么呢？就是你认知不足啊，你的欲望和认知是不匹配的。所以呢，我们要来这里学习。不断的提高认知，提高自己的智商啊。那我们来现在学习五种人生智慧。第一种呢，就是成长智慧啊。
一个幸福的人生是内心平衡的一种思维模式。所谓思维模式，就是你思考问题的一个惯性，一个方法。比如，有的人一遇到问题，先考虑自己。小我意识在头里啊，有的人呢出现问题或者和人打交道，尽量的考虑对方，或者考虑环境，或者考虑自然规律客观规律。所以呢，人生各不相同，有不相同的原因呢，就是他的思维模式。那第一个呢，我给大家讲成长智慧，我们呢要把人生当成。就如果你把人生当成一种目的啊，你能把人生去乐避苦的话，那你的人生就会很苦。你认为快乐我只享受快乐，其他的都我就想舒服，我就想快乐。如果你一直认为你在不断的追求趋乐避苦啊，趋于选择。完美乐，就是所谓的小我小乐，那你避免一些苦处、困苦或遇到困苦，你就不能接受，你就阻抗，然后呢，你的人生就会很苦。如果你能把人生的目的定义为我就是来体验的，我要体验孤独我要体验这个热闹我要体验陪伴的好处我要体验到有人陪伴，甚至到一个人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也会去享受这个孤独所以呢，如果你把人生定义成我来体验各种喜怒哀乐，那你就不会有那么的辛苦辛苦你辛苦的非得要天天。趋乐避苦，也不会逃避痛苦，你会面对的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让我不舒服啊？你会直面这个啊，我自己内在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呢？我把自己当成一个项目来做啊，把你自己的这一生，这就是修炼，把自己修好了，由内而外透放出一种光亮。可以照亮别人，同时呢，你也能温暖自己。那你看，今天就昨天吧，昨天我可能鼻炎犯了，天气冷，冷得不行，鼻子晚上就非常的堵塞和疼痛。然后我就给我爱人说，我说你给我约一下家庭医生，因为我英语差一点，他就。百般阻挠，一会儿说鼻炎就根本治不好了，一会儿是现在是紧急状况，不能约医生了，等等等等。哎，我当时呢就一种无名的情绪就上来，我认为我当时那个就是小小恶魔吧，情绪的恶魔就出来就说，你看他一点不重视你，不关心你，你这么难受，也不说个好话，也不说个关心的话。我当时呢就已经。可以出现一种状态，就我说的所有话都不是我的意识所说话，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导航。我就在那把他一顿臭骂，睡了一觉，第二天我就清醒了，我就认为这样做是非常不对的。我给学员教，要给自己的亲人说对不起，请原谅了什么的，我自己为什么不能？我感觉我自己。太情绪化，说话粗鲁粗糙，或者是编故事啊，还是脑子里编故事，认为他不关心呀，他不关照的，不重视我呀，等等。然后这种情况下，我就在那吵他。第二天呢，我们徒步，我就检讨，我说昨天我有点不对劲啊，可能就是魂不守舍。那我觉得我昨天太粗鲁了，对不起。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对我的老公说对不起，原因是因为跟你们学习，我得到了启发。我说，你看，我给学员们要教，给咱自己的爱人要说对不起，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现在也真诚的给你说对不起，我感到我昨天有点粗鲁，有点让你愤怒了啊。然后他说，哎，没事儿，我早都忘了。我说，当我说对不起的时候，你也要认真的给我反馈。
你说谢谢你的赔礼道歉，我很感激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感到更好。哎，就在这种你成，就是说我尽管50多岁啊，我也要学习，也要成长。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在某些方面，我也许也是不够成熟，不够完美。包括我们自己要，就说人生不在长短，在于你。顿悟早晚，顿悟那一天，也就是你成长的过程啊。人一辈子，我们就想呢，人一辈子你要解决的三个关系嘛，你一辈子，你要和物的关系，就解决你和物质世界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呢，要解决你和人之间的关系，你和别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呢，你要解决。的是你和你自己内在之间的关系，这个层次慢慢会提高啊。现在我们到这里来学习呢，就是要解决你和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关系啊。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知道，你的人生来到世上就是一场修行，就是一个经历。哎，灵魂是一个灵，你本身是个灵，这个灵呢，无色无相无形，是一个灵。你就这样想象啊，但我们经常冥想会这样，我是一个灵，我不是我自己，我不是这个肉体啊。你这样的话，你会把你抽离出来，好像你的人生你在舞台下面看他表演，看他演，这样的话你就会很清楚你的对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就提高，你都看到事物的本质啊。一定要把你的人生当真一场。体验啊，一个经验的人生，或者是一场修行啊，或者就是你在人生，你在舞台上，你在表演，你是主角，你所生活范围内所有的人呢，都是你的配角啊。那我们有个俗语呢，就说人生吃一堑长一智啊，经一事长一能啊。我们每天都在学习。经验着自己的人生啊，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是不是啊？你怎么能知道？你会后面是什么呢？那我举个例子，咱们明代的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心学的流派，那个王阳明。王阳明呢，在落魄的时候，在农场讲学，大家都应该知道，非常有名。有个地方官员呢，他经常去听王阳明的讲座啊。有一天呢，他找到王阳明说：“你讲得太好了，可是呢，我工作公务繁忙，无法经常来听你的讲座啊。”那个官员说，那个王阳明呢说：“为什么要放弃工作来修行呢？”啊，为什么要放？就是包括你们自己，我在这儿，你听了一个小时以后，你要到生活中去实战它啊，不一定非得到这儿来一听啊，你回去又忘了啊，这是那王阳明呢，就对这个官员说，为什么你要放弃工作来修行？官员问，难道工作也可以修行吗？也可以来。成长嘛，他说，王阳明就说，工作就是修行，红尘就是你的修炼场啊，也就是你的一个表演的舞台吧。就说你的红尘，你要把你自己抽离出来，从这个你的事物当中，不要演戏演得入了，太入角色，钻到一个黑洞里，结果呢，你自己就没有看清你自己。自己真正的目的、真正的意识，有时候你看我们很多妇女同志更年期，她就在那叉个腰骂一晚上，老公累得不行要睡，不行要摇起来，要说一晚上，她都不知道她在说什么，那就是潜意识在导航她。我们知道了吧？那我要说的就是，如果就是你的家庭，你在家庭中、团体中、社会。中也是你的修炼场，他们你在这个中间是也是一个大舞台，你在这个舞台舞剧里呢，你也在扮演着各种角色啊。那我们这个《论语》就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你要把家过好，把日子过得幸福，首先第一条是修心啊，修心，你把心修好了，你才能齐家。
家庭也很完美，孩子也听话，夫妻恩爱才能治国啊，才能作为这个国家或者社会的一个小细胞，你才是一个健康的细胞，完美的细胞啊，你才算是为社会，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做了工作啊，那就平天下，也就做到了对天下，达者结集天下，贫者独善其身，这都是我们古书里经常说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经常就觉知自己，超强纠错一些，控制你的认知的错误的观念啊，有些观念真的，你一辈子，你从出生，你的咱们的生长环境都不同嘛啊，有社会的教育、家庭的教育等等等等。造成你今天的一个思维模式，有些模式我们到了国外或者到了更不同的一个环境里，就要相应的改变。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就觉得啊，朴素很美德，简朴不打扮就是自己，不对。到了这边呢，一定要让打扮的让别人感觉见到你很愉悦、很高兴，这个也是对你自己的管理。要一丝不苟地对待你自己和生活，就表现在你的各个方面啊，细节上，比如说装束上。所以呢，在学习一些理念，比如说我们有课堂讲的《道德经》呀、《论语》呀等等，这都是升级你的心灵程序，你的电脑的程序，你都更新换代几代了，你的心灵程序也应该升级，也应该改变。不能固守一点，不能太执着、太自我、太那个主观啊，主观和客观要在一起一个平面上，你就是一个高人。如果过于主观的话，你就容易摔跟头啊。所以呢，我们以后要学习的要符合客观规律的思维模式啊。大部分人之所以烦恼痛苦，往往就是因为只能看到事物的局部的，一种不合理，却看不到整体的合理。所以，所有的事物呢，在你所有的外部跟你发生冲突，或者你认为这个人怎么样不怎么样，好与坏或者怎么样，全是你自己的内在投射的结果啊！一定要记住啊，不是别人有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婚姻是两个人的问题吗？一个人的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还是一个人的事儿？我问问你们，你们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还是一个人的事儿？两个人，告诉你们，婚姻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把你自己修好，把你自己管好，把你自己很高兴、很愉悦，他只是一个你的陪衬啊。婚姻是你自己的事情，那我们各种比如说《论语》里边说，修养就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往好里修养，就好像加工那个玉器一样，加工玉器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多余的都要打掉、磨掉？就说如切如磋啊，如琢如磨啊，人生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呢，之所以能那些艰难困苦、风霜雪雨能扛得过来，那都是这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承受的话，我们的内在就会重生，就更强大啊。那例如一个宗教家就说呢，宗教家就说，以后呢，你们死了，全都进天堂。只有天堂，没有地狱，死了都进天堂。然后这个人就说：“那地狱在哪？你既然有天堂，那地狱在哪？”他说：“地狱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你现在活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说：‘你看，你就举例，你看有些人多痛苦呀，多么艰辛呀，他不能自拔呀，他再有钱，他都在烈火当中呀，他精神是分裂的。”啊，妄想啊，然后呢，抑郁、焦虑困扰着他，这就是一种在地狱的状态。所以呢，我们要修行，早早的让自己从那个状态里拔脱出来啊。那
我们要修行的话，每一次失败呢，都是在修正自己啊，都是一个进阶的之路。那我们都知道凤凰涅槃是怎么说，就说你每次艰难困苦达到了极致的时候，就是凤凰涅槃，也就是你重生的一次。人生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啊。啊，都是上升的过程。对于有些人的无意识啊，无意识状态，或者也不懂得追求完美、浑浑噩噩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是毒药啊。但对于那些不断的追求完美、追求人的意识亮度，我又说到一个词儿，意识亮度。啥叫意识亮度？意识亮度呢，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你能意识到。你每个人的亮度不同啊，就说一般的人呢，他就是200亮度呀，那坐监狱了犯了法的那个亮度很低，那佛陀呢亮度都700-800，就是他的修行啊，也就是说你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永恒的灵，你这个灵的亮度越高，你这个人的能量越大。你这个灵呢，是借助你的肉体来修行的，你的肉体呢，就是灵的殿堂啊，就是殿堂，就是完美无缺，可以说是灵的房子啊。但很多有病呀、身体不舒服呀，什么就是你的房子有一些漏啊，或者墙皮掉了呀，啊，这个灵呢，有时候在里头待着，它会感到不舒服，会跑掉。跑掉的时候，往往有病的时候，人很烦躁啊，人不安静啊，心不静，身也不安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就灵在你的肉体上，它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不但要给这个肉体一天要吃各种维生素，或者吃好吃的，吃蛋白质，吃那些碳水来营养肉体，但是这个灵魂，我们现在要意识到，要加紧的去营养它，去给它能量，给它营养，给它各种的养料啊，让它来对你的人生呢更丰满啊。那挫折打击是人生进步的养料，你要把它变成养料，不能把它变成你的一个垃圾放在心里，最后就造病了啊。我们的心灵里，长时间不去关注它，不去修养它，不冥想，不学习，不反思，你的心里就有一堆垃圾。这一堆垃圾呢，平时不爆发，没有外物来刺激你，你还能装着平静点。如果有一个外物，你马上就开始头脑编故事、编剧，然后你妄想，你就想象，全部钻到一个那个黑洞里，然后就跟这个情绪在不停的爆发，在你的生活当中影响你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要把心里的这一堆垃圾，想办法把它铲走装到垃圾袋，拿出去把地拖干净，你的这个心里就很明亮，你也就很舒畅舒心啊。那我举个例子吧，那个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曾国藩呢在晚年的时候给自己的书房曾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囚雀斋，那个雀是那个一个门里边雀，也就是也相同于缺点的缺，就意思是过失或者疏忽的那个意思，囚雀斋。就是说呢，来不断的提醒自己改正错误，完善人格啊。如果我们每一次发现一点自己的弱点，然后去积极的改正，去对自己的修养就更进一步。就我刚说的，把你心里的垃圾每一次去清扫一下。像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要加强你的心灵的营养、心灵的修养、心灵的打扫。啊，你心灵这个房子啊，你就好像你的心灯老是沉着的，老是不明亮的。但是通过你的打扫，你的心灯明亮，你的眼前也明亮，你的身心也很轻松啊。这是一个修行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啊。
那改正对自己的修养就，如果你要是每次发现一点自己的缺点弱点，哎，去积极的，就像我刚说，哎呀，我觉得我昨天晚上有点歇斯底里，有点冲啊，说话有点不讲理，我第二天睡了一觉也休息好了，哎，反思一下昨天有点过分，哎，今天就主动的真诚的给人家说啊，我昨天有点怎么怎么，对不起。如果你每次你这样做了的话，你就下一次是绝对不会再犯，因为你已经种到了你的潜意识里啊，你这个意识你就改变了，你就明知就你的亮度给亮了，你就下次不会犯这种这种错误啊。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对自己修养就更进一步，人生呢就顺遂，吉祥。所以呢，这个求缺就是求缺点的缺啊，既是一种谦逊，也是一种修行的智慧啊。你看曾国藩50岁他才当上官，他才等于顿悟一些东西嘛啊，他也年轻时候也是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啊，人是永垂不朽的，人是无常的，今天不知道明天，我们要把当下每一个时间都要过好啊，不要想未来怎么怎么，过去回忆过去，当下把每一个人。不要想着还日子长着呢。我有个姐姐很奇怪，她妈妈在的时候，她就老声讨她妈，觉得她妈妈对她不好呀，怎么呢？然后有一天她妈突然给摔了一跤，脑梗去世了。哎呀，这一下后悔坏了，就觉得哎呀，当时她妈妈让她干这她没干，让她干那她没干。孝敬也没做到，成天就一打电话就说忙忙忙啊。他认为在他就焦虑的状态下，他认为人是永垂不朽的，人的日子还长着呢，明显的有这感觉啊。那所以呢，他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和懊悔，这对他不利。所以呢，我们要珍惜当下每一个人，每一个亲人，珍惜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我希望各位宝贝们，你们都把视频打开，我们都互相可以看到一下。这样的话，虽然我们的能量更接近，要不然你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听课呢？对不对？你打开，你光听和看着听，和和颜悦色的在这儿听，和都不一样的啊。这个能量，我希望我们有个链接。看见就是爱啊！我也是有能量的人，我可以给你们一些能量啊，祝福你们。你我也并不难看嘛啊，也是。那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一个修行啊，一场体验，经验人生，从容对待，对于一时的得失不代表我们整个人生的失败，对吧？成长智慧呢，也就是让你把人生当成一场修行，记一下啊，有做笔记，一场经验啊，一个体验，我来体验来了啊，我体验我的人生来了。这样的话，你就会很从容的啊，你就会不计这个得失啊，然后你的整个人生也是非常的轻松。过的啊，所有的困难磨难都是你的历练啊，所有的挫折都是你的这个考验，让我们的人生种种的负面情绪都变成人生挑战的动力。那就拿我自己说吧，我的人生就是在挫折中成长的，确实是这样。为什么我现在给大家讲这些东西还算是能有血有肉能讲一些呢？就是因为我的经历也很丰富啊，我的人生就是在挫折中成长的。比如说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分在石油大学讲哲学的啊，经济政治经济学，然后不满于现状，64的时候又去下海扑腾扑腾，反正也折腾一阵儿，又上岸，上岸了以后又觉得人生挺迷茫，又去上大学啊，又去学汉语言文学、心理学、营养学，反正我爱什么我想自己主导我的命运啊，一直在学习，学会计学我也学不少，
啊，服装设计，我的服装设计还是很有名的。后来我还开了个服装公司，叫做你们可以查，锦绣职业服装公司。我的服装呢，曾经作为礼品赠送彭丽媛，也作为礼品赠送那个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夫人布鲁尼啊，那个尺寸，那个布鲁尼的腰24，我都知道。因为我们陕西，国内陕西是一个文化大省，这些人呢到中国来访问，第一站是到陕西西安，下来才到北京。来西安必须要给他们送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呢就要有代表性。那我设计制作的那个汉服啊，带有文化嘛，非常精美，那一套衣服十几万呢。就说啊，这些我都学习，当然也有很多的挫折，生不如死，甚至于觉得人生无望、绝望，意识亮度极低极低的状态下，我也等于是也被挑战过去了啊。那后来呢，也就学习了《道德经》，自己的人生也顿悟了啊，然后就学习，后来又去做公益。啊，等等，到四川呀，到处做公益，人生呢越过越洒脱，越过越自然，越自在。这所以呢，我就是最后呢，我也就是把我的人生作为一场修行来对待啊，我就觉得是来修行的啊。那我们都知道，痛苦并不是心理问题的源头。知道吧？心理问题的源头是你经常否认痛苦。你在你的人生当中肯定会遇到各种的痛苦啊！你否认痛苦，你就更痛苦。其实，抑郁症经常形成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呢有一个重大的丧失，比如你的亲人又离世了，最近，然后你不愿意面对他。啊，你把这个悲惨的事实呢，完全的否认掉，啊，但是这个悲惨的事实呢，在你内心深处一直都存在着，啊，它不断的发酵，后来就成为了一种抑郁。那你的人生当中，夫妻关系呀，或者你跟别人的亲子关系呀，或者你跟亲人的关系，你父母的关系啊，都是这，你只要去面对它，解决它。啊，想办法把它释放掉、平衡掉。你不要自己在那儿啊，就对这个创伤呢，你不接受，你阻抗它，你否认这个痛苦，明明很痛苦、很忧伤，你就接受它啊。我接受这个痛，我真的很忧伤啊啊，接受它。如果你把这个悲惨的事实总是藏在你的内心深处，那它时间长就发酵，你不断的。重播重播，就跟那录音带一样。你虽然把那个放的录音带的音给关了，它还在转嘛啊！过去那磁带不停的转，哎，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你的焦虑和抑郁就是这样造成的。那我们第二点呢，曼丽老师，第二点就是拯救你的不开心的第二点，要有一个思维模式，叫做阴阳智慧啊。啊，这是第一个是成长智慧，第二个是阴阳智慧。刚才成长智慧我讲了很多，就是主题就是把你的人生当成一场修炼啊，来修炼来了。我的灵魂借助我的肉体来修行来了啊，你就好办了啊。那第二点是阴阳智慧，就是说让你辩证的看待问题啊。辩证的看待问题，真正能够让我们幸福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改变你的认知水平。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啊，主要是这个认知啊，辩证。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辩证的看问题嘛。啊，我记得我给大家讲的老子的《道德经》里边经常说“高下相倾”啊，就是高和下是。互相对比的，有无相生，有和无是互相生发的，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啊，长短相形，就是说意思就是两对矛盾，
二元对立，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不要二元对立，它是互相会转换的啊，转化的，要有这种阴阳智慧。有些事情让你很愤怒的时候，你就想，哎，可能也许是好事啊。比如说，你们公司的老板把你突然给开除了，你有点接受不了。有的人就为这种重创一下子就抑郁了，我可见过，有一个就这样子。给抑郁了，我给他做了半年的心理疗愈才搞好的。他抑郁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直接就让他眼睛看不见，也就是突然被开除了嘛啊。那如果遇到这种事情，你要给自己就有一个观念吧，你说哎呀，潇洒一点，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啊。不要认为那主要你恐惧的原因，你是害怕恐惧，你认为你的人生就从此就改变了，你不敢面对你现有的一些东西，啊，就像我就拿这支笔吧，你举个例子，这支笔你总觉得拿的手里是最保险、最安全，那你掉的地扔下去，那桌子就接住了嘛，啊，那你再往下扔，地能接住。永远要对自己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那种啊！有的人为离婚呀也很恐惧啊，离了婚他咋办呀？过不了了，他的精神内心啊都显得非常的悲伤恐惧。实质上，也许你离婚也是一个重生啊，都说不来。所以你要辩证的看这些问题。那有一个《雪心赋》这首诗里边有一句话呢，他就说："孤鹰不生，孤阳不长。"就是说，你不要极阴极阳的去看待问题，也不要极阴极阳的去做事儿。为什么智者就说："哎，做什么事情留三分啊？你跟别人产生矛盾也好，或者合作生意也好，你不要极致，不要极阴极阳。哎，给他留三分，留四分，差不多就行了嘛。啊，就那个意思，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记住啊！万物都具有阴阳两面，人生的福祸好坏都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啊，互相转化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讲个故事叫做一个大臣他的口头禅老爱说这是好事，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那这个他的国王呢，有一天擦那个剑呢，突然把小拇指头擦剑不注意，把小拇指头给割掉了。割掉以后血流着，他的大臣来了，说他就可难了。他说："你看我把手割了。"大臣见他很慌张的样子，对这个皇帝就说："这是好事，这是好事。"这个皇帝就很愤怒啊，说。我手一个指头给割掉了，你竟然敢说这是好事？来人，把他拉到地牢里关起来！啊，把这个大臣给关起来。后来呢，天气晴朗的时候，这个皇帝呢就说："咱们全部去打猎去。"所以把所有的大臣、所有的家眷就叫上去打猎去了。打猎去了，哎，碰到食人族了。这个食人族呢，哎，就准备。把他们都给抓住了嘛，抓住以后就准备要把他们祭祖的祭祖，吃的吃，他们是食人族嘛，把那些大臣也都吃了。该轮一看这个皇帝啊，穿的这个衣服挺华丽，挺洋气的哦，就把这个觉得哎呀，这个人应该给他们的神仙祭祖了嘛，就祭他们的祖宗，杀了来祭祖宗。结果正摁的那个。板子上准备杀呢，有一个人说："哎呀，不得了了，这个人少一个手指头，少一个手指头。"他们食人族有个规定，如果人有缺陷的话，就不能祭祖啊，就要把它放掉啊。这个准备祭祖的人如果有缺陷，就要放掉。哎，结果就因为这因祸得福，他的一个小拇指，而因为没有小拇指。啊，把他放回去，放回去以后，他虚惊一场，哎呀，很长时间定定神了以后，突然想起那个大神说这是好事，然后他说啊，来人，从地牢里把这个大臣拿出来啊，叫出来给放了，就说呀，对不起，我把你关这么长时间哦，你看，我冤枉了你。他这个大臣又说，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你想，如果你不管我，我也要跟着你们去打猎，那我就被食人族给吃了，对不对？所以呢，任何事情我们讲到这儿，有什么醒悟，有什么顿悟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任何事情没有极好极坏的啊？它都是阴阳转化的。都是阴阳转化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把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如果寄托在不断改变我们外在的物质条件，改变我们的社会地位，或者可能你可能会变得很厉害，但是你不会变得很幸福啊。就意思就是你太着重于外在的身份认证，因为你虚弱嘛，你需要背一个很名牌的包呀，或者住一个很高，分明两个人要住一个4000平尺的房呀，带个游泳池呀，那样子，这些东西给别人看来，外在的这些物质条件，或者你的权威呀等等，你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挺厉害的，挺了不起的，但是你不会变得更加幸福。你只有让你的内在丰满，你的内心充盈，你才会有幸福感啊，很平静啊。那你看，再举个例子吧，就这个阴阳智慧的例子啊。在明代年初呢，有一个大臣，他叫郭德成啊，因为跟朱元璋喝酒，他喝酒以后食言了嘛，得罪了朱元璋，朱元璋就把他发落，让他去当和尚去了，远离这个官场。但是后来朱元璋成事以后，当了皇帝以后呢，他把很多大臣就给屠杀了，那几乎没有人幸免。只有这个他被发落的这个郭德成，却因此逃过了一劫，逃过了一劫。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任何事情，有无相生，高下相倾，音声相和，美丑是相比较的啊。那我们上一节给讲《道德经》的时候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意思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好事的时候，善的事情的时候，不善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就会出现，这个就是阴阳思维啊！不要认为，如果你遇到艰难困苦，别人污蔑你、对你不好等等这些事情，你要想到这是对你的考验。我这样想的，第一是对你的考验，你要平静下来面对这件事。第二点呢，就要想，也许是好事在后面等着你。如果你还是用善良和荣辱不惊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情，过后你就看吧，你真的是伊甸园在后头等着你，你的人生更加就是重生了一样啊，更加淡定。在你未来的时候，你回首往事，你会很感激你受到的那些磨难和挫折啊。那所以呢，我原来呢也是在国内的时候，你也是一个不甘落后的人吧，反正是一个奋斗的人啊。我一个侄子前两天发了个信息，说，诚心求教，你的奋斗的原动力是啥？问我，请教我，可能他们这些晚一辈的条件好啊，就没有动力了。哎，我思考了一下，我就回答他，我说原动力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我是追求物质上的，第一是生存啊，第一是追求生存，生存条件好了以后，第二我要追求财务自由。我可以，不用考虑钱的问题，我自由自在。当然，这个钱的多少由你自己啥时候能放下，多会儿能顿悟来说啊。第三个，奋斗的原动力就是我的灵魂，自由。我追求更高层次，比如说，我希望我成为一个钟南山这样子的伟大人物，或者是杨绛这样子的人，
或者是就是说能为别人和社会留点什么，能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或者因为这些榜样的力量，让我有一个原动力啊，我就给他回答我们人生为什么要奋斗，要就拿我们现在来说，我们为什么啥都不干来这儿听一会儿姜老师的课呢？就是也是因为想让自己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对生活充满了幸福感，让你的灵魂自由嘛，让你的意识和潜意识能在一起，或者说让上节课我们学的《道德经》叫做“载淫破抱一”，就是你的形体和灵魂合一啊，这需要修炼的。啊，你是需要学习成长的，特别这个冥想很重要啊。到时间了，可能啊，那好吧，今天的讲座我才讲了2点，总共有5点，就到这里啊。解放你的心灵，找到生命的价值。姜老师祝大家活得丰盛自在，成为更美好的自己。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心里解压力。啊，好，谢谢。是这样，谢谢姜老师。下边呢是我们每周一次的这个塑料秀塑料秀现代舞这个由丽娜老师给大家这个给学习讲授开课。那个是这样，丽娜老师你稍等一下，这边呢是因为这个时间呢中间这个是没有时间间断的，这刚刚呢是。这个以后这个时间呢，我跟姜老师再沟通一下，尽量的留出来时间，留出来个2分钟时间，那么3分钟时间，大家有个衔接啊，就是说尽量是在8点钟57的时候结束，或者是能提前5分钟更好，这样下边有准备。前面呢，姜老师我回来叫他提前，可以提前5分钟。以后呢，咱记住这个，心理解压这边呢，可以提前5分钟开始，然后呢提前5分钟结束，后边呢留出来时间。这个时间呢，就是中心要扫码，要扫二维码。你心理解压，现在很多朋友呢，通过网站，通过 YouTube 很多途径，通过朋友介绍到里边，他很多不在群里边。还有我们后边的说了五也是通过这些，来了以后不在这群里边，需要扫码。现在呢，就是说大家需要扫这个两个需要这个进这两个群的，主要是这两个群啊，就是心理解压群，可以扫这个中心的二维码。你扫了以后，你就说你要进，你不要扫了以后你不吭，你就进，你说我要进，心理解压群，或者我要进，说了五群就拉你进了。每一次活动结束以后，要给中心留出来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情况，因为很多朋友是刚刚进来的，不了解情况，包括说了秀，一个琳娜老师啊，你这边结束以后，也要留出时间让中心来，我中心原则不干扰你们这个时间，就是说你这边8点半，这个。你这最后一场了嘛？你九点钟结束，你往后再延长5分钟也无所谓，就是几分钟也行。但是你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大家，反正现在给大家，因为这中间还有大家要进来，说中间我们中心也没法去给大家讲话，就是说你最后你讲一下，你说中心还有重要事情给大家讲，因为后边呢我们要分享很多新开课的二维码，需要大家呢了解，大家感兴趣可以进入去学习，好吧？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再讲了。本身这琳娜老师已经马上都5分钟了，已经耽误她5分钟课了。你可以往后错，那么错5、10分钟也没问题，9点10分结束也没问题，好吧？好，那就这样说，琳娜老师好了吧？我撤掉。琳娜老师，琳娜老师在吧？这个不是，我找个琳娜，我看看是不是啊？不行，我解开一下，琳娜老师，我看看，我刚刚看到一个琳娜，你是你不是啊？是啊。不是不是，我看看琳达老师，这个不是琳达老师，我再看他到没到啊？我大家稍等一下，我看是不是琳达老师没有到。这个不是刚刚这个两个琳达，我也搞不清楚，他也不写。以后嘞，老师你最好写个老师，你跟姜国梅老师就写个姜国梅，讲个老师，姜国梅老师最好是这样。哎呀，你这上来了你。好了好了。我说谢谢。